这首歌是我第一首听到的演奏曲，对。然后元浩第一次跟元浩开的时候，第一次在社办弹的时候，元浩听到就说：“哎，我也会弹的，你要不要找我开？”我说好，结果就开了，因为他超强。然后以前表演过一次，我觉得这个歌名啊，蛮适合放在毕业演唱会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毕业不是一个结束，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哇！圆满事业。没错。然后，所以我现在又找了这个很厉害的元浩回来，然后还有这个硬硕的鼓神敬彦。好，那希望我不要爆掉。好，那我们配一下。那个元浩，你有答应吗？没有下线，没有打，没有打线，又来一个。